地球上物种繁多，演化传播的道路充满神奇。人类认知的进步离不开对世界的探索。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来自世界各地7000多万件藏品，定格了每一个值得珍视的瞬间。植物学家桑德拉·纳普博士正着手研究一批珍贵的标本。Cunningham was the first one to bring back the actual objects themselves. The plants he collected were the very first specimens to come back from China. 英国医生昆宁汉姆没有任何画像留存，只有这些泛黄的标本和依然清晰的笔迹，能够描摹出这个人物。1698年7月，昆宁汉姆跟随刚刚开辟的中欧航线，历时9个月来到中国厦门。一上岸便被各种奇花异草吸引了。We know this is, I can recognize this is a camellia leaf, but it's not tea because it says here, "Flore rubro," which means red flower, and it's a camellia.昆宁汉姆在厦门发现了一种叶片类似茶叶的植物，但当地人告诉他这不是茶叶，而是茶花。于是他切下了一片叶子。这片尘封了300多年的叶子，是最早进入西方的中国茶花标本。而此后，一个个关于茶花的故事接踵而来。无论身处何地的寻觅和迁徙，无论岁月变迁的驯化和守护，一朵茶花连接起一个历久弥新的世界。康沃尔凯海斯城堡位于大不列颠岛西南角，距离伦敦约5个小时车程。这里是英国最具盛名的园艺城堡之一。威廉姆斯先生是这片海滩和庄园的主人。My great grandfather's interest in plants, he collected all the seeds, he collected the herbarium specimens.I think my great-grandfather's idea was to create something different. The way that you transported seeds was to embed them in wax. So the seed journey itself was taking 3 or 4 months. The packages coming back, all the way back from China marked J.C. Williams, Cahay's Castle. 同样的海滩，不变的潮水，100多年后的今天，威廉姆斯先生依然可以感受到曾祖父凝望远方的思虑。那是一次昂贵的投资决定，等待一颗从中国寄来的种子。People love the beauty of the plants. They love the story of where they came from and how they were grown and developed. If you create a new plant and the plant isPopular and successful and particularly beautiful, then that plant will be growing in hundreds of years' time and you'll have left something, a legacy. 翻开珍藏的中国地图，这些红色的标注就是曾祖父老威廉姆斯当年投下的巨额赌注。20世纪初，中国西南腹地大量原生植物花卉的发现震惊了西方世界，拥有中国植物成为英国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潮流。富甲一方的老威廉姆斯对中国也充满着无限遐想。家族城堡面朝海，
却春暖无花开。他渴望庄园能够缤纷起来。To my great-grandfather, it was a very expensive passion. If you take the Forrest 1911 expedition on its own, in today's money, my great-grandfather spent £400,000 funding that expedition on its own. 重金之下必有硬者。当时英国最有名的植物猎人弗雷斯特欣然受命，前往植物宝库中国云南。他以腾冲为基地，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植物采集活动，搜罗花草，详细地记录下植物性状和经纬度信息。这是英国人从未见过的茶花，一份份漂洋过海的标本，让老威廉姆斯深信弗雷斯特闯入了一个属于茶花的天堂。自古山茶出云南，云南山茶甲天下。令弗雷斯特大开眼界的茶花盛景，在云南人眼里是与生俱来的日常。个儿长不高的恨天高，花色粉晕，宛若孩童面庞的童子面，初开时有如松果张林的松子林，奔放如吼狮的狮子头。茶花位列云南名花之首，今天的云南西部随处可见的茶花，描绘着深厚的民俗和历史。玉峰寺里，这棵茶花树300多岁了，枝干盘绕，树冠与院落齐平。每年立春至立夏，花开累计超过20000朵，得名万朵山茶。威宝山上，一棵近400岁的茶花树，树高接近19米，是世界人工栽培茶花最高纪录的保持者。相传，明末清初修建灵官殿时，道人把它从深山移栽到殿内，盛花时满树红花，照红殿宇，俗称照殿红。这是自然孕育的美丽，与茶花朝夕相处的日子，千百年来未曾改变。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过去因为交通不便，这里的茶花并不为外界熟知。但今天古老而充满活力的云南茶花早已飞升海内外。大西洋涛声依旧，老威廉姆斯的城堡也在等着春天的气息。利用弗雷斯特从云南腾冲寄回的茶花种子，他埋头育种7个年头。1925年，一个新品种终于开花了。This camellia started flowering in November.And it's still flowering in early March and will be flowering on into April. This is the largest camellia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ok at this in comparison. There's hybrid vigor for you. 因为拥有云南山野的基因，老威廉姆斯培育的茶花不仅长得高大，
而且完全适应英国冬春季节阴冷潮湿的天气，在光照不足的条件下也能保持花亮。很快，老威廉姆斯的插画风靡英伦。When, if you go back to 1900, first plants, seeds are coming back from China. So what was the garden like then? I mean, basically there was a wood with a lot of scrub. I think the one thing about gardening that makes it different from many other professions or walks of life is that actually you can create something which has permanence. 100多年前，在遥远的英格兰海角，一朵来自东方的茶花，陪伴着一个家族走过漫长的岁月，留下了关于时间的注脚。100多年后，中国云南大山里，茶花依然庇护着祖先的土地。溪谷纵横，密林掩映，大自然巧妙地隐藏了它古老面庞上每一条皱纹。难以置信，也难寻踪迹。大理永平县宝台山，巨大的原始森林，巡山的护林员常年在森林中收集信息，守护着绿色的家园。我老家就在原始森林边，哈，几乎每天都来，生活来源都是来源这片林子。2008年1月30号，带王中郎老师他们到这个宝台山来看茶花的，当时跟他来了两个日本的研究茶花的专家，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走遍全世界，没有像宝台山这么规模大的山茶花。宝台山原始森林地处云南西部，海拔高度在1150米到2913米之间。作为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地带，气候垂直变化明显。这里拥有各类植物1000多种，被誉为物种的天然基因库。千万年来，青藏高原巨大的山脉阻挡了从西北直驱南下的致命寒流，也留住了南亚温暖潮湿的气流。这里的山溪沟谷成为了古老物种躲避地球冰期的庇护所，很多古茶花树就在这里生息繁衍。慢点，目前世界最高纪录的是18.5米，王中郎老师就说，你能不能带我们找到一棵超过18.5米的山茶花？我说有可能找到。从小在宝台山长大，陈显光和护林员们没有意识到，平日司空见惯的野生茶花树，对于山外边的人来说是何等神奇。这是一片人类很少打扰的丛林世界，大山深处有它自己的生活运行法则。上千种植物，几十种动物，简直是一个野生动植物的天堂。熊很多，而且还会主动攻击人。15万亩茫茫林海，寻找最高茶花树犹如大海捞针。纵然熟悉地形，老人和护林员们寻觅许久，也仍无突破。2月23号，我吃过午饭以后，顺河边走，走着进来，我说这个地方林子大，土壤好，
肯定有高的茶花。我就慢慢慢慢地找边看，就是头仰起来看看看看看，终于看到，哦，这个挺高啊，这一棵绝对超过，起码是20米以上。请上一个老乡，爬树的老乡，我们才丈量。慢一点，注意安全啊。我们就砍了一棵5-6米的竹竿，升上去，升到最高的顶，然后又从底部把那个皮尺放下来，我们就丈量。一丈量就是24米多，接近25米。哦哟，那我高兴了，超过了那个最高纪录的那5-6米了，所以我很高兴。马上就现场给黄老师打电话，我说我找到破纪录的茶花了，啊，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我现在就在茶花旁边。经过植物学家多次测量，这棵200多岁的单瓣野生茶花树，被确认为世界最高山茶，列入吉尼斯纪录的数字为28.1米。每一个新高度都预示着一次新的发现，而发现只是开始，就像中国先民们曾经的出发。了解植物才是真正的寻觅。《本草纲目》描述，山茶生南方，深冬开红花，红瓣黄蕊。中国是世界山茶属植物的故乡和分布中心。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野生山茶属植物的秘密，其叶、花、果都有食用价值。于是，根据不同需要，经过选育和人工栽培，发展成制作饮料的茶叶，可供榨油的油茶，还有用以观赏的茶花。山茶属植物的花朵都能使用茶花这个称呼。不过，今天人们常说的茶花主要指园艺观赏的品种。从野外走向庭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和观赏茶花的国家。在众多园艺茶花品种中，品种最多的当属华东山茶。和云南茶花高大的乔木不同，华东山茶深紫鲜鲜，多为灌木和小乔木，主要种植于中国浙江东部沿海、福建、山东等地。1699年，昆宁汉姆带回英国的那片叶子，就是中国的华东山茶。昆宁汉姆在浙江舟山生活过2年，他并不知道，就在离舟山不远的金华，中国人已经在用一片叶子培育最美的茶花。老何，金华后溪村人，他正帮助客户把自己喜欢的茶花开上大树枝头，是不是？因为你想，你知道了这个片子往哪边走，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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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枝条主要是太石板，这个三个枝条，是不是？动手啊！大树宦官，老何的嫁接手艺远近闻名。茶花从小苗长到2米高，一般需要10多年的时间。通过嫁接新枝，只要3年，就可以培养成树形茂密的茶花树。长势强劲，
抗逆性强的近缘植物耐冬树和油茶树是最常用的嫁接砧木。断砧、削枝、斜切、接穗、包护、套带，老何的动作一气呵成。味道出来的干，你说是不是？嫁接的时候，它必须有刀口的呢，肯定削一个口子，然后把这个枝条也切成那个刀口的形状，这样插进去呢，它这个接触面大，成为了高。它是完全是靠砧木上面的水分吸上去的，因为你整张叶子的话，它要求的水分就多了，所以我们去掉一半。看似简单的操作，没有多年的功夫，很难达到老何这样的熟练程度。中国人在汉代就掌握了嫁接技术，这是中国人对世界园艺的重要贡献。利用植物的根、茎、叶进行无性繁殖，除了嫁接，还有一种方法——扦插。扦插的比较简单的，我们这里的话是插在盆子里面，底下杆子呢3到5公分，这3到5公分是插在土里面，然后两张叶子是在土上面，5月底6月初插下去的话呢，40天那个根就开始生了，11月份可以种在大田里面去。移花接木，把美完整的复制下去，这是我们驯化植物的一种方式。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想办法让森林中美丽的花朵再次盛开。花朵打开了我们大脑中掌管愉快、记忆、欲望的机制，美的追求演化成我们尊崇的仪式和喜欢的味道。茶花花期恰逢中国人农历春节，瑞花佳木。在金华，无论是制作传统工艺品，还是定做年糕点心，人们都会融入茶花元素。金华栽培华东山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华东山茶之美，观其形，看其色，赏其韵，凝聚着中国人对花卉驯化的智慧。花形呈六角的六角大红，塔形层次分明的18穴式，花心儿细瓣成球形，状若荔枝的金盘荔枝，花儿从诞生的那天开始，美的吸引力就一直伴随左右。这或许就是大自然给予插花演化传播的本能，从不分东方和西方。奇斯威克温室集中拥有着全英国最古老的中国华东山茶，很多茶花树超过100岁。地道的花迷都不会错过他们最爱的茶花打卡点。So, which ones are from China? We've got this one, two, red, 12, 13, they're all from China. 14, 15, 18, 18 so far from China.Thank you, China. Yeah, well, thank you for coming, yes. 温室里，一场小型的茶花选美比赛正在进行中。附近社区的居民陆续带来了自家种植的茶花。For the best bloom in show. And this year, the judges decided that that was the Alba Plana entered by Claire.And Mike Raven. 克莱尔夫妇参赛的这朵名叫 Alba Plana 的白色茶花获得了今年最佳。花色纯白，
半圆内扣，层层相叠如宝塔。这就是中国华东山茶的传统名品雪塔。这是一朵令人心醉的雪白花朵。1848年，法国作家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玛格丽特，她最爱佩戴的就是雪塔。到了1910年，一个叫香奈儿的法国女人也把雪塔化作时尚符号，推向世界的潮流之巅。今天城市里的人们为了沟通自然，营造了植物园，用掌握的科学知识去保护和开发植物。人们不仅在山野间寻觅神奇，在花园里复制美丽，更希望在一片花瓣里发现改变世界的灵感。上海植物园茶花研究中心，张亚丽博士和同事们正在进行新品种培育实验。今天，不论是云南茶花还是华东山茶，花儿虽美，却大都无香气，这多少有些遗憾。于是各国的园艺师们千方百计试图培育出带香味的新品种。因为我想要的目标就是花多，花有香味，或者说是花型有变化，或者是比如说适应性很强。因为重点要看，就是说要拍出来这个上面的毛，就是这是它的萼片，萼片上的毛，还有这个枝条上的毛。另外一个比较核心的点就是它这个雌蕊，看一下这个雌蕊，它跟我们常规见的不一样，常规的都是三条，它这个基本上有4到5条。花朵是植物繁衍后代的生殖器官，当花粉由雄蕊传播到雌蕊的柱头后，便会经花柱传入子房，然后和子房内的胚珠结合，最后结成果实。这就是植物有性生殖繁衍方式。张亚丽博士和同事们使用的正是杂交这种有性生殖方式。与无性生殖的扦插嫁接不同，通过杂交就有可能培育出带香味的茶花新品种。反正我们这几年用连蕊茶跟山茶的一些品种杂交，如果用山茶做母本的话呢，还能收到种子，但是如果要是用连蕊茶做母本的话，至今我们是没有收到种子的。我们也试了很多种办法，不知道是这个气候的原因呢，还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杂交的这个时间呀，或者采用的这个花蕾的发育阶段不对呀，就是至今是一粒种子都没有收到过。连蕊茶花是山茶属家族中花朵娇小带有芳香的一种茶花，通过和其他茶花杂交，连蕊茶花的芳香基因在下一代花朵里保留下来。有性生殖的成功概率，人类目前还无法精准控制。不断分析亲本的亲和性以及败育的原因，张亚丽和同事们希望科学能够助他们一臂之力。上海植物园的这项研究最早其实缘起于一位叫费建国的老师傅。上世纪90年代，费师傅从园艺名家黄德林老先生那里淘来一颗荔波连蕊茶，这种茶花能够开出成串小花，花儿很小，
但却芳香可人。他觉得这个花挺香的，然后他就跟其他的茶花杂交了。哎，结果一杂交，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还真的是拿到了九粒种子，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费师傅退休后，继续培育的重任就落到了年轻的团队身上。因为这个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同事就是专门做的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的基础研究工作。最开始的时候就在那个棚里边，然后哎呦，后来就是稍微长大一点就移到了地里面嘛，就是我们很快的用嫁接的方式繁殖了几棵，但是那棵苗也就还是没有长起来，最终还是死了。茶花是木本植物，育种从种子到开花一般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杂交、等待、分析、筛选的漫长循环。张亚丽第一次闻到自己培育的茶花香味，就花了7年。2013年冬天，土生土长、适应上海盐碱土质的茶花家族新品种，终于第一次花开枝头，飘香满园。团队给它取了个骄傲的名字：上植华章。这种叶小巧、花成串，学界称为树花茶花的新品种，成为了上海植物园的一张新名片。3月份吧，正好吃完中饭了，我就在这里边溜达，忽然走到那儿一看，咦，开花了，一路狂奔就上楼去找李湘鹏拿相机去了。我就把他给叫下来，我说快来快来，给你看个东西。我还可神秘，我说快来快来。他一开出来花，我一发现原来他这么惊艳。从实验室走到大地，张亚丽和费师傅相聚在花开的季节。弥足珍贵的自主研发品种，绽放出一个关于中国茶花之美的新天地。分享心中的美，我们寻觅、驯化和改变着花朵。无论出于何种追求，其实我们都尝试扮演着自然关系中的主动者。然而，每朵花都有自己的世界，每片叶都有自己的绿意。有时当视角转变，花朵和我们之间又有着怎样微妙的连接。茶花花色丰富，有红、粉、白和变化极多的复色。一直以来，人们都没有发现金黄色的茶花。然而，这朵梦想中的金色茶花，却一直静静地开放着。广西防城港，10万大山绵延130公里，是广西南部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夏季的暖湿气流为南坡带来丰沛的降水，而冬季的干冷季风又被阻隔在山脉的北坡。在海拔200至500米的山间沟谷，金花茶低垂着花朵，享受着半阴环境的温润和静谧。黄在年一早就进山巡逻，
多年前，黄家几兄弟从父亲手里接管了这片野生金花茶林。他说：“儿子啊，你一定要守好这片山啊，有以后你就有好的生活了，一定要坚守下去。”当金花茶花瓣一打开，刹尾太阳鸟和蜜蜂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金瓣玉蕊，晶莹光洁，金花茶贵气袭人，它的花瓣偏厚，具有蜡质感。这是一层保湿的外壳。金花茶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被中国植物学家认定公布，轰动了国际园艺界。金花茶被发现，解决了人类培育黄色茶花的种质资源。但是时至今日，人类通过杂交仍然无法培育出拥有纯正金黄色的茶花。过去，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和种植其他经济作物，这一带的金花茶砍伐严重。但是黄家几兄弟十年来却按照父亲生前的叮嘱，一直守着这片山，即便在家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毁过一棵金花茶树。野生的金花茶生长缓慢，种子发芽率低，从小苗到开花需要六年以上时间。不过使用种子今天依然是获得原生金花茶最可靠的方法。据我所知啊，就从我老爸那一代一直陪伴着我们啊，跟我们对他很有感情的。一年又一年，黄家兄弟播下种子，不断地扩充着自家的原生金花茶林。以前是过年过节的就大家一起，现在大家都聚在一起，很开心。声名远扬的金花茶如今已经成了防城港的市花，黄家兄弟的生活也因它变得越来越好。一种不愿改变的花朵，却在不经意间让这个家族一直团聚在一起。在我们的星球上，植物提供给我们空气、燃料、食物、衣着、房舍、医药，它为我们的一切贡献了基本原料。这是一种慷慨且毫无怨言的给予。我们与花的相伴和改变，有时就像蜜蜂和花儿。这种古老的约定，或许将伴随着我们的记忆，一直到老。如果金花茶能听得懂我说什么，我真的想告诉他，你就是我们家的一员，希望你永远陪伴着我们一家。植物里头最好的就是茶花，有经得住，有坚韧不怕的精神。隔枝叶叶，你防雨，风吹雨打都不怕，所以我想着栽茶花。早上七点，黄运鹏的诊所门口早就挤满了病人。他是自贡远近闻名的草医，不过老黄行医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每天只出诊半天，早晨看病，下午看花。二十年前，黄运鹏承包了郊外的这座老关山。老关山原本是座荒山，老黄就一棵一棵种起了茶花。
茶花乐趣大，有花我可以自由，叶也可以自由，根根也可以自由，全身都可以自由，植物就是药，药就是植物。自贡连着一个多月没有雨水，山顶上茂密的茶花林中，一些茶花由于供养不足，少了精神气，需要及时修剪。没舍得请长期花工，老黄主要靠自己修剪。尽管工作量越来越大，他倒也不怕麻烦，靠着问诊赚的微利养活自己的茶花。不知不觉中，他的茶花已经开遍整座山。每一窝花都是我摘的，而且我剪的很费人力。我的手的皮到现在手看嘛，像不像个医生的手嘛？现在的手老子剪把都多。花应节气开，风随花期来。中国人自古以来都以花代作节令时序。花信风，中国人挑选一种花期最准确的花为代表。小寒时节，茶花盛开，也是亲人相聚的日子。寒假，孙女儿树素从广西南宁回到老家，她最喜欢跟着爷爷上山看茶花。从小时候就每年回家必来的一个地方，不是很能说清楚到底为什么，但就是从大门一进来看那几棵茶花树，然后就是越走越深越走越深，在开得特别旺盛的季节就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不自主的一直走下去。我记得爷爷就是有一年也跟我们去过广西，当时在那广西的一个药用植物园里面，然后就是爷爷拔起地上的一根草，然后说这一个是什么什么，爷爷都能说出它是什么，有什么功效什么之类的。树素从小在南宁长大，听不大懂爷爷的自贡方言，他现在也不能完全理解爷爷为什么这么喜欢种茶花。也许在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他会经常想起和爷爷一起穿梭在这片茶花林的快乐。是青年、中年、衰老，是吗？看嘛，人也是幼年、中年、老年完了。看花容易，栽花难。爷爷一个人几乎天天下午都泡在山上。20年时光，一个人，一座山。我没办法，当时是你把刀的，当时你是天高的，厚的又厚，真厚，薄的又真薄，做很大的贡献为社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流水，金山银山，堆满了山，堆满茶花山，堆满了茶花山。对，所以植物是生命的基础，这个茶花就是我列为我跟国家做不到啥子贡献，我就跟大自然做点贡献，大自然也是国家的，看起来我是没得钱的，我心头有啊，我脑筋上有啊。行医种花，看书喝酒，黄运鹏的生活简单规律，与茶花为伴，与自然相处。花要看到这半开时，这种半开半闭的花，酒要吃到胃最后，将将的有滴点的醉就舒服。几个小菜，两盅小酒，全家人欢聚一堂。有茶花的春节才是过年。港澳台同胞以及全球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大家春节
又是一年新的开始。自贡城内灯火通明，每个人都期待着春天的到来。谁有茶花偏耐久，家在凡间百足荣。从昆宁汉姆的那片叶子开始，茶花走向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两年一度的世界茶花大会在欧洲茶花首府法国南特召开。东西方最新的茶花研究成果在这里交流，全世界的养花人和爱花者在这里碰面。国际茶花协会主席，来自中国云南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管开云，与在欧洲致力于推广茶花文化的南特市长也在这里相聚。因为对茶花的爱，人们跨越了国界和文化的藩篱。在各国嘉宾的见证下，撒上一杯乌龙茶，见证新品种的洗礼。It's actually the symbol of the friendship. I think she will grow healthy, happy, and she will bring us a lot of happiness, health, not only to people from Nantes, but to the people in the whole world, and bring us prosperity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very much.山川无阻，日月有情。一朵茶花，它来自山林，有装扮城市；它花开中国，有流芳世界。在它的笑容里，世界紧紧相连，直到时间的尽头。Thank you.